就是用芭蕉叶，然后下面呢就是用那个什么芭蕉树，他们会帮我们割好一小片薄薄的。那个芭蕉叶怎么来弄呢？啊，今天我教你们做。那他们在做菜吧，那男生干嘛呢？男生在那边唱歌喝酒，女生去做水灯 ，OK 吗？啊，到那边就没事了， okay. 就是准备吃晚餐。晚餐没有下雨，所以呢有那个少数民族来表演给大家看啊。然后晚上你接下来你就要自己唱歌喝酒，就是还是大概差不多到8-9点，因为他们的服务员也要下班了啊。那边的服务员，所以呢我们这里到呢还有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左右的到达那边。到了那边呢，你们的小的手提的东西就自己带，行李带不了，他们要用车来载行李。我们人又要跟那个坐小木瓜船，他们叫哈、啊、来接我们。这样子的人数的话，应该是4趟要来接啊。所以呢，小凤会先跟可以坐8到9个人。啊，别小了，不到7个人，7到8，所以呢还是要4趟，对不对？啊，加我加领队的话，所以呢小凤先跟了一批走，然后领队在最后的。那我们到那边呢，就是没有什么，他会安排。现在我没办法帮你拿到房卡，他不给。到那边摆着很简单，啊，那就给你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就1栋、2栋、3栋、4栋，我们2个人住1栋。啊，2个人1小栋的这样子，哎，也蛮大的啊。所以呢，先啊，那个我们的行李箱有没有名的？有没有名字牌？有。OK， 等一下有后呢，那个名单上就写上机号码，他会帮我们去写，然后呢就帮我们的行李送到那个房间啊。然后今天呢一定要1个房间20铢给那个服务员啊，他搬得蛮辛苦的，各位，从下面搬到上坡上的啊，所以呢没有电梯，没有什么的啊，所以呢等一下呢小猫会一起收，再交给那个服务员，他帮我们送到房间。每一位要那个由他来写吗？还是给领队写啊？还是给领队写？然后呢写在那个行李箱，每一件都有，对不对？每一件都有个人的名字，对不对？小哥，那个有行李的小费，好，各位的行李小费又有这边前面团长出了，你要想清楚啊，叫我们不要带。